在中国14年的抗战中，曾经有一群卖国求荣的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惜分裂祖国，践踏民族尊严，在日军屠杀了30万同胞的南京建立伪政权，成为了可耻的叛国者。位于昆明市郊一座山中的龙园别墅，是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最喜欢修身养性的去处。他也是在这里得到了汪精卫即将到来的消息。从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的那一刻起，一个烫手的山芋就被扔到云南王龙云的手里。据陈璧君的远房侄子陈春浦回忆，1938年里，他曾陪陈璧君多次到昆明会晤龙云。因为汪精卫国民党副总裁的特殊身份，龙云对陈璧君提出的要求都满口答应，这成为汪精卫一行决定取道昆明外逃的契机。陈璧君呢是跟龙云呢是表示过讲一个意思，是说的话呢，汪精卫的话呢，在重庆他的一些主张呢，得不到那这个蒋介石的采纳，在重庆的话呢，不大得意，就是这个意思。将以后呢，可能会呢，离开重庆呢，出来走走。那么龙云呢是表示的话呢，是支持的。他说，如果是他要到云南来的话呢，他会这个欢迎他。龙云很快就感到事情有些微妙。不久之后，汪精卫派系中的中间分子陆续出现。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都纷纷借故来到昆明。这天，陈春浦通知龙云，18日汪精卫将到达昆明，并转述了汪精卫的指示，只许龙云一人来机场迎接，不要告知第二个人，理由是保密，怕日本人中途袭击。这一切的举动颇为反常，龙云几乎可以断定，汪副总裁来昆明绝非为了散心，而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目的。龙云想呢，他一个人到机场，岂不证明了他和汪精卫之间有什么勾结？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白，他和汪精卫之间是公事公办，他就通知了在昆明的各个厅局局长、厅长，几十个人，都到机场去迎接汪精卫。场面比较壮观。对于龙云的阳奉阴违，汪精卫有苦难言，也只好冲陈春浦发发脾气。汪精卫一行当晚被安排住在龙云的亲信李洪模的家里。这是我们家的老房子，但是汪精卫来昆明的时候就住这。为什么要住这呢？我父亲是龙云的警务处长，而且是他的交际处长，当时汪精卫住的地方就是这个里边进去，现在已经改建了。他们会谈的地方就第二天早上，他跟龙云跟汪精卫会谈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有两个警卫，是龙云警卫团的两个军官，一个叫马永凯，一个叫杨康，他们两个人站着，任何人都不准进，包括我父亲跟他的关系那么好，他也不让进，而且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会谈的内容。据周佛海记述，汪精卫与龙云的会谈是在到达当天的夜里。龙云自己回忆说，会谈发生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扇门后肯定有过一次秘密会晤。在这次秘密交谈中，汪精卫把他自己准备出国和日本进行交谈，搞所谓和平运动的全部计划都告诉了龙云。这点呢，龙云也承认，确实汪精卫告诉他出去是来干什么。
虽然得知汪精卫的企图，龙云仍在次日包机礼送汪精卫一行出国，前往越南。官员们送行的场景随后报章上都有登载，只是关于包机的去向，人们都被告知是飞去重庆的。汪精卫的飞机升空一个小时后，龙云电告蒋介石通报汪的行踪。这封电报中提到此前曾两次电呈蒋介石，但至今没有人看到过电报原件。究竟有没有那两封电报呢？电报中又报告了什么呢？这些关键的线索可以证明蒋介石在汪精卫离开昆明前究竟是否知情，但犹如淹没在历史尘烟中的许多往事一样，后人再也无从获知了。那么汪精卫离开昆明前到底有没有跟龙云达成某种默契呢？我呢基本上认为没有什么勾结或者默契，因为汪精卫当时是龙云的上级，龙云接待汪精卫谈判也好，实际上都是为了应付汪精卫，而这些应付的结果他都向蒋介石做了汇报。龙云在随后发给自己的亲信正在前线作战的滇军将领卢汉的电报中称，帝为杞人之忧，素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似乎可以说明龙云当时的心境不是赞同，而是震惊和忧虑。面对日军的进犯，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此后一直坚持抗日，但他在明知汪精卫企图的情况下仍礼送汪精卫一行出国的做法却着实令人不解。是他不愿意辜负汪副总裁的信任，还是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压制，借帮助汪精卫故意使蒋介石难堪？龙云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曾口述过一篇回忆录，对于抗战时期与汪精卫的会面一事并没有多做解释，他当时的心态后人难以猜想。重庆方面对于汪精卫出逃最快的反应可见蒋介石20日的日记，称此事殊所不料。但当时有很多人相信汪精卫是肩负某种特殊使命，与蒋介石预先达成默契的，因为在对待日本的立场上他们几乎没有实质上的分别。蒋介石在这之后又活了37年，期间他不断经受着人们的诘问。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在以武力打击中国的抗日力量的同时，与中国所谓同感忧虑，具有着实的人事合作，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的决心。日本政府与汪精卫可谓是一唱一和。这个声明是根据崇光堂密约而拟定的，但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汪精卫方面提出的两年内撤军的要求。这说明当时的撤军条款不过是诱使汪精卫出逃的诱饵。汪精卫刚到河内就心神不宁地摔伤了腿，养病期间他看到禁卫声明，虽然对于声明的含糊其辞并不满意，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发表声明响应。这几张纸如今已经发黄，汪精卫在60多年前留下的墨迹却依然清晰。它是汪精卫写于1938年12月29日的响应禁卫声明的电报原稿。旧时发电报时，有以事先排列好的文字代替日期的习惯。29日是以燕字代替，后来这封电报被人们叫做燕电。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表示可以就禁卫声明中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为根据，
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所谓的和平。他诡辩道，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汪精卫如日本人所期逃离重庆发表唁电，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日本的情报部门此后分析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发表和平声明，是中日事变后第二年的年末出现的大事件，这证明中国的抗日阵线出现巨大的裂缝，这是我们军事上的最大胜利，也意味着政治上的巨大胜利。可见汪精卫出逃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大的鼓舞，使他们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之中。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恐慌，分裂抗日阵营，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不仅要求其提供活动经费，甚至建议日本发动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的作战，利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造成中国沦陷在即的政治效果。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轰炸不分日夜，不分地域，不分军事目标和生活区，也不分军人和平民。历史上把这种战争罪行称为无差别轰炸。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严正指出，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之力量。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唁电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讨逆声浪。原来被汪精卫寄予厚望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四川的刘文辉、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等都通电斥责。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龙云也表明了自己坚持抗战的立场。但是汪精卫从昆明出逃已经让蒋介石对龙云产生了不信任，此时云南在抗战中的地缘优势已经显现，蒋介石必须把握龙云的真实态度。为了考察龙云，蒋介石先后派李烈钧和唐生智到昆明接触龙云。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唐生智评价龙云极顾大局，拥护军座。从他们考察的结果看，龙云是拥护军座，就是拥护蒋介石，也是支持抗战的，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李烈钧和唐生智考察报告到了蒋介石那里以后，蒋介石才放心了，才没有对龙云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说来奇怪，自从汪精卫出走之后，原本弥散在国民党内部此起彼伏的和谈呼声却一下子销声匿迹了。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已经感到众叛亲离，他说，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1939年的越南还是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3月20日深夜，河内高朗街27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发生了一起枪击血案。六名刺客手提冲锋枪破门而入，他们一路开枪射杀，直奔三楼的一个房间，见房门紧锁，就用铁器凿开一个洞，由此向室内扫射，直到射完最后一颗子弹。闻讯赶来的法国警察惊讶地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是几个中国籍人士。原来发生血案的正是逃离中国内地数月的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寓所。汪精卫自己曾经是一个刺客，一生中也遭遇过多次暗杀，这一次河内遇刺是最令他震惊的。他自己虽然毫发无伤，但视若如子的亲信部下曾仲明在枪击中腹部中弹十多发，于次日下午不治身亡。曾仲明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同盟会中的亲密友人曾醒的弟弟。1912年，汪精卫等人去法国时，16岁的曾仲明也随行其中。据说在法国，曾仲明常伴汪精卫左右，还跟他学习古文。汪精卫回国后，曾仲明担任他的秘书多年，形影不离。后来由汪精卫提拔在国民党内担任了重要职位，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深厚。负责河内刺汪行动的军统特务陈公树后来回忆说，汪精卫留居河内后，军统局即挑选得力人员，成立由陈公树为组长的行动小组，赶到河内，对汪精卫的举动予以严密监视。特工人员在高朗街27号对面的楼上布下观察哨，以便摸清情况。在河内的日子，表面上看起来汪精卫过得很悠闲，实际上他正处于左右为难的煎熬之中。由于龙云等西南将领并没有如期所愿，起身响应，使汪精卫原定在西南地区建立政权的想法彻底破灭。1939年1月初，日本的近卫文磨内阁辞职，新上台的平沼首相是汪精卫从未打过交道的。对于日本新政府会如何对待自己，汪精卫全然不知，因而惴惴不安。蒋介石并不希望汪精卫的话呢，到沦陷期。成为日本人的话呢，这个的攻击，因为这个呢对整个抗战大局呢是不利的。在这方面的话呢，也做了好多工作。当时国民党有些高级官员在河内也劝过汪精卫，蒋介石还两次呢派过郭正鼎到了河内，第一次是劝他回来，第二次的话甚至的带着钱带着护照就希望他出国。这是1939年2月初汪精卫交给高宗武的一张字条。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决定派高宗武赴日与平沼内阁交涉。字条上是汪精卫拟定的所谓实现和平的三个方案：第一，日本与重庆蒋介石妥协和谈；第二，由日本在华扶持的傀儡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梁鸿志等出面建立中央政府，汪精卫从旁协助；第三，由汪精卫出面收拾残局，建立政权。其实真正可行的只有第三个方案，那也是汪精卫的本意。随后高宗武携带这个方案飞往日本，与共谋崇光堂密约的老友营佐真昭、泉养健会面，又拜访了日本新任首相和外相等政界要员。在此会谈的基础上，平沼七一郎首相召开高层会议，通过了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议。这个消息于3月18日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由他转告汪精卫。至此，汪精卫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仅仅一天之后，3月19日，一直在河内监视汪精卫的陈公树接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签发的制裁令，命令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行动小组开始实施预先设计的制裁方案。从时间上看，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得知了汪日交涉的结果，而果断出击制止汪精卫采取进一步的叛国行动。如果能够挽留汪不离开重庆，或者他虽然离开重庆了，但是不做任何这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的事情，这个当然蒋介石 是希望出现这个结果啊。但是呢，当汪他这个投靠日本的意图比较清楚的时候，那么蒋他就可以下决心啊，采取措施。当然这个措施还不是啊这个公开的谴责他开除他，还不是这样，那么采取暗杀的手段，所以派特务啊想把他干掉。但是这宗针对汪精卫的谋杀案怎么会让曾仲明成了替死鬼呢？因为刺杀过程存在着很多疑点，令后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读解。后来有一种说法，因为曾仲明的妻子来河内与丈夫相会，汪精卫就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谁想刚好逃过劫难。这种说法会不会是军统人员失守后的一种托辞呢？我们觉得呢，这个呢说法呢也是欠妥的。因为当时据房子看的看，从那个房子分析来讲的话啊、哦、汪精卫是住的是主屋，这个房间呢，汪精卫这个房间是朝南的两间连在一起的，所以中间呢有门相通。汪精卫一起到河内呢还有他的女婿和女儿，那么像这两个中间有门相通的房间呢，肯定是汪精卫和他夫人还有他的女婿和女儿住是最合适的。而且这个有阳台，阳台前面是个花园，这明显是个主人居住的房间，这个主客居住的房间。而这曾仲明的房间呢就是一个单间，这旁边呢还有一个房间是朱自清的女儿住的。在其后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换房间这个细节。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保存的陈璧君的交代材料里，他写道，当晚特务数人闯入汪狱，误入曾仲明房。但是作为军统的得力特务，若干人在汪宅对面观察多日却弄错房间，这说起来似乎也不太可能，于是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在汪精卫叛逃之前，当时投降的论调、妥协的论调啊，是很有市场的，很有市场的。到时汪精卫叛逃以后的话呢，因为共产党、中共方面，因为民主党派人士对这一行为呢，大加谴责，反而呢，所有的投降派呢，再也不敢提这个此事了，啊，这个。另外汪精卫当时跟蒋介石呢，他汪精卫的势力也很大啊，他也是一棵大树啊，在国民党党内的一棵大树，他也有一部分人力量。汪精卫一走成了汉奸的话呢，这反而国民党的内部的派系斗争呢，反而呢变得由复杂变为简单了。就对蒋介石来讲，他不是个坏事，汪精卫叛逃。一些人根据种种疑点认为，河内刺汪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层的动机。这本书的题目代表了他们的基本判断，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使汪精卫失去方寸，从而慌不择路。暗杀汪精卫一事呢，他并不是想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而是呢把这作为对汪精卫的一个刺激。汪精卫平生最恨的就是暗杀，因为他被人家暗杀过的啊。1935年他在这个南京被爱国志士暗杀过的，身上现在那个时候他还身上有子弹呢。他平时是最恨的是暗杀这件事情啊。蒋介石呢采用暗杀的手段啊，就是逼迫你汪精，因为你汪精卫在河内就是不安全的，逼迫你投降了日本人。河内刺汪案呢，它导致这个
汪精卫亲信的一个干部，有所谓汪精卫手提包之称的曾仲明带他儿子，那这个是激化了汪精卫呢走向沦陷期跟日本呢直接去组合的一个决心。同时呢，日本的新政府，也就是平沼其一郎新政府呢，他的已经决定啊，同意让汪精卫出马来收拾这个残局啊，时局啊，应该是讲时局啊。所以重庆方面呢、突然采取这样一个霹雳的制裁手段，刚巧提供给汪精卫啊离开河内到沦陷区一个很好的借口。以往每次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较量，汪精卫总是以失败告终，又总是跑到欧洲去避难。但是这一次，汪精卫不想再轻易认输，他已经顾不得什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心抓住日本人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借助他们的势力与蒋介石较量。高朗街的枪声也惊醒了日本人，营佐真昭和全养健很快动身赴河内营救汪精卫。这时内心惊惧的汪精卫是不可能再有勇气对日本人提什么条件，更不可能拒绝日本的保护。从河内乘船到上海的过程中，海上的一幕就像汪精卫命运的隐喻。为了减少投靠日本给民众造成的印象，汪精卫放弃日本5500吨的北光丸号不坐，另外租了一艘960吨的法国船哈费斯号。谁知航行不久，海上遭遇风暴，哈费斯号几乎在巨浪中翻覆，汪精卫一行只得全部转移到北光丸号上。不知汪精卫面对着无情的大海，是否有过一刻的不寒而栗呢？日本平沼内阁已经同意汪精卫组织傀儡政权，但在日本政府内部对此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为了麻痹占领区人民，日军总会在沦陷区扶持傀儡政权。1937年下半年，华北沦陷之后，日军华北方面军策动北洋政府时期的遗老王克敏出山，于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要协助日军管理华北占领区内的事务。在攻占上海、南京之后，日本华中派遣军也扶持以梁鸿志为首的一些失意政客，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因为两个伪政权牵动着日本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派遣军各自的利益，为此日本政府还专门出台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勉强协调两者的关系。汪精卫要在沦陷区建立政府，给日本人提出了大难题，因为它意味着日军在华利益要面临再次调整和分割，这一变化会牵扯到日本政界的方方面面。同时，日本军部的强硬派并不信任汪精卫，认为不应放弃与蒋介石的交涉，怀疑汪精卫建立新政权对日本是徒劳无益的举动。汪精卫对于日本的犹疑并非一无所知，但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在他的心目中，他要建立的所谓的新政权一定要凌驾于已有的两个伪政权之上，是统治整个沦陷区的。为了说服日本政府，1939年5、6月间，
汪精卫决定带着亲信赴日，就建立政权事宜进行具体磋商。飞机在横滨机场降落，这样汪精卫得以回到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战斗过的地方。汽车驶过大森，而那里正是和汪精卫一起加入同盟会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投海自尽的地方。与汪精卫同行的人中有高宗武，因为坚持作为第三种势力在日蒋之间斡旋，反对在沦陷区另立政权，高宗武与团体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分歧，同时日本人也怀疑他与重庆藕断丝连，就以高宗武患有肝病为由，将他一人隔离于团体之外，单独吃住。从这个时候起，高宗武对汪精卫也逐渐失去信心。由于日本政府需要先统一内部意见才好提出条件，因此早在六月初就到达东京的汪精卫一行不得不静静等待日方的决定，直到十天后才得以与日本政界要人会面。在成立所谓新政权的问题上，日本方面只答应取消已有的两个伪政权的名称，而保持既有的政治形态进行分治合作，也就是说汪精卫只能拥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力，而并不掌握管理占领区的实权。对此汪精卫提出非议，当即遭到日本陆军代表的申斥，结果汪精卫只得接受这些要求。起初踌躇满志的汪精卫最后只好把坚持继承国民党法统、打出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让步的底线。汪精卫他认为他只有举起这样的旗帜，他希望能够一个的话能够获得沦陷区人民的同情跟支持，因为你还是国民党吗？还是三民主义吗？是吧？你国民党的这个国父还是孙中山吗？对吧？另外方面的话，他也就说在重庆方面他也想说的话呢，减少一些阻力，也争取呢在重庆方面的一些国民党人呢能够到沦陷区来参加到他这个伪政权里面来。不久日本高层会议对汪精卫作出答复，规定所谓新政权如沿用青天白日旗，需在旗帜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和平反共建国等字样。对于旗帜上的布条，连周佛海也认为不能容忍，叫他猪尾巴。后来这条滑稽而多余的猪尾巴成为国人抨击和嘲笑的对象，他也无情地隐喻了汪精卫伪政权在抗战历史中的可耻地位。这年的十一月，日本政府负责处理中国占领区殖民事务的部门兴亚院通过关于成立汪精卫中央政权的具体方案。汪精卫集团和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在上海开始密谈，讨论签订所谓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这个纲要实际就是将日本要通过汪伪政权霸占的在华利益形成条文明确地保护起来。新年的前一天，谈判双方好不容易签订了秘密协议，因为方案中有很多处过于苛刻的条款很不好看，所以与会人员还必须另外签署一纸保密协议，保证永远不将这份卖国密约的内容对外泄露。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规定，中国承认伪满洲国，
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等地开发和利用的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驻兵权，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这个协议把汪精卫幻想过的一点点自由也完全剥夺了。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府注定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傀儡。为了所谓的和平而接受如此苛刻的卖国条款，此时汪精卫集团的成员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中国人起码的尊严。1940年，汪精卫加快了建立伪政府的步伐。1月，他与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再次举行会谈。这一天，我们的汪精卫先生、王克敏先生、梁鸿志先生，这三位和平运动的先锋，大家开诚布公，商量和平。实际上，这两个临时政府，包括汪精卫自己在内，他实际上他们各自都有日本的军方的这个不同的军事集团的这样个支持有关啊。你比如说这个北方的这个临时政府，王克敏的临时政府，他的背后的支持可以说是这个华北方面军啊，多田。那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那么他的背后的支持是日本的陆军的原田机关。那么汪精卫自己呢，他可以说是岩佐梅机关。所以他们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利益啊。除了陆军以外，还有这个海军的利益。作为这个南方的维新政府的这个支持者以外，还涉及到很大一个部分是这个海军，因为这个长江的这个控制啊和封锁是由海军来承担的，所以海军也希望说这个政权里有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益。周佛海和梅思平曾经开玩笑的把这样的会谈比喻成玩麻将，表面上看围在桌边的是几个中国人，实际上他们背后都站着日本人在为各自的利益支招。在青岛的迎宾馆里，几个人的麻将正打得热火朝天。令汪精卫始料不及的是，1月3日被日汪双方视为最高机密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初稿竟然被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跟随汪精卫降日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策动下，借助杜月笙的帮助乘船抵达香港，宣布脱离汪伪集团。他们向蒋介石投诚所献上的礼物就是日汪刚刚草签的秘密协议。那么如此机密的文件是如何到了高宗武的手里呢？汪日密约的谈判呢，是从11月初开始，但是这个谈判呢，这个高宗武呢，却没有参加，因为呢，日本人跟汪精卫呢，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了。但是因为他日文很好，所以呢，有一次这个汪精卫呢，就请他把这一个谈判的草案，请他做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翻译。所以因为有这个机会，这个、高宗武呢，就把握了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呢，把他拿去做了一个飞扬，然后呢保存起来。这后来呢他就带着离开了上海，到香港去把它呢公布了。
作为汪精卫与日和谈的始作俑者，高宗武突然弃汪出走，反戈相击。他的举动令后人产生诸多猜疑，这一段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后来有人猜测高宗武是重庆方面的内线，还有人推测他的出逃是因为不满于在汪伪政府内安排的职位。在日后公开的杜月笙写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透露过杜月笙曾规劝高宗武倒戈。高宗武也表示自己虽然主和，但并不敢使国家民族蒙受羞辱。这与高宗武的谈判对手兼好友全养健在他的回忆录《扬子江在奔流》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在两人的首次会面时，高宗武就表示说，为了实现和平，我不惜做任何牺牲，但汉奸我可不当，我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陶希圣后来受了蒋介石的重用，啊，后来是陶希圣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啊，那么高宗武呢是到了美国，啊，到了美国嘛，长期生活在这个华盛顿的附近，啊，我想这个蒋后来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啊，甚至于就是说这个某些方面采取一些照顾，那根本原因啊就在于这个高陶这两个人后来这个把这个汪投靠日本的这个情节暴露了，啊，在香港的港报上公开了。那么这件事情啊，这个材料公布以后，使汪很狼狈。1951年11月，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太阳摩尔旅馆的餐厅里，事隔多年之后，全养健和高宗武偶然邂逅。这一对曾为交战中的国家奔忙的老友，都不愿再提起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他们都老了，但侥幸的是他们还活着。16年后的一天，在华盛顿市区顿巴敦橡树园里，高宗武和来访的陶希圣再次相逢。他们欣然落坐在樱花丛边的一张长椅上，用微笑代替了言语。多年以来，高宗武始终守口如瓶，绝口不提他当年与日本交涉的内幕和脱离汪精卫的原因。客居美国的高宗武不问政治，改行经商，直到1994年9月在华盛顿去世。